好吧，来姑娘，看一下场上。哎呀，都没有什么信息再继续主持了。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小伙子，对谁的感觉最好？场上十六个小伙子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。请选择。五号闭眼。这太瘦了，这一块，这跟半边干。我就害怕的是啥呢？就没事自己打喷嚏，嘎飞出屋里地去。我挺喜欢瘦，但你瘦的打完你让我看哪去？你瞅那腿跟火柴棍儿的，你瞅。不是我，你俩说话我就成不愿意听了。你小姑娘瘦瘦怎么的瘦？你小姑娘一直瘦啥也没耽误，长相刚似的，好啊。那你往那一躺，你都不周奶头那似的，你俩要啊？我说啊，我俩刚才说那意思，我们喜欢就正常瘦的能看得过去，但是这女嘉宾看我看有点看不过去了。瘦驴拉硬屎，瘦驴拉硬屎。